跟我们三个队的文物有点撞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也没有很骄傲，也没有很奇怪，反正我觉得挺有缘分的。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所以我做了那个三星堆的文创体验官，所以也去了解了一下三星堆的文化，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吧。所以也想为三星堆的文化推广做一点贡献。